现在时间是韩国的早上8:30，准备要去找赵立成，然后跟他拍一整天的影片，希望他带我们去吃好好吃的。跟大家介绍，是我的导游兼窗口兼昔日合作伙伴，哎，안녕하세요，赵立成，还是因为烫了这个头发。是韩国人的部分啊，你悠悠卡有带吗？有，聪明的我，就我悠悠卡很可爱哦。我不信你的有我的可爱。你知道那边卖可以，我这样好像业配哦。没有，来来，现在我会帮你上飞业配。教学时间，教学时间。我现在看到这个 app， 哎、欸，点开，我输入我们想要住的地，我想要住的地点，甚至是公车号都可以。然后它这边显示的就是公车路线图。超大的啊，我的天哪、啊！没事啊，我帮你上一点背景音乐，你就会正常了。你可以上点背景音乐，把我的声音全部盖掉啊。每天搭，每天搭，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到延世大学只要搭4站，大概花15分钟就到了，然后离捷运站超远。他们的住宿比较远，延世大学在这，我们住他们左边，他们住他们的正旁边，所以他们住的地方，我只能说很有民族风格啊，民族风格。好，没有问题。来这边看到的是我们要去女生宿舍的路上。早安，朋友们。好，那我 Q 好了。好，你是谁？我是黄韵珍，电子三乙。我是王如文，电机三乙。我是涂廷真，电机三乙。OK， 好的，就是外面公共区的部分。哇，你今天住这里。因为就是工学院。对。看到那个那两栋建筑在那边过去，那间是也是一间选餐，然后那边自助餐可以吃，很饱。延世大学是两间学校的合并，延世大学跟世师福兰大学，然后那个医院就是世师福兰的，所以它就是两间学校的合并。然后这应该就是有点类似世师福兰大学的创办人。真的是有点像他们的会来念书的地方，然后那边是咖啡厅。我们来的时候是6月初，所以那时候他们的期末考时间，这边都是满的，哎，超级夸张。这是我的实验室，这是我的位置，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的伙伴。嗨，我是电子系的林伟成，然后平常都在这边查一些资料，然后准备每周一次的报告之类的。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来吧。好，坐这里。这是你们两个的位置。She's my senior's English lab, so she can tell us what our labs are doing now. Actually, our labs are usually doing some MRI acquisition, reconstruction, advanced image, and artifact correction. And we have three parts in our lab. First is DLSW, deep learning software.And second is MPT, magnetic properties tomography. And third one is EPT, electric properties tomography. 现在我们要去我们平常会吃的一个学餐，然后这边比较特别，是学餐都会叫做 cafeteria， 不是 restaurant。左边的两个是每天都会变的，它会依照号码去做排序。然后右边两个都是自助的部分，你点的时候就直接去拿，然后自己煮就好了。它的那个点餐机点完之后会有一个票券，然后去依照你前面的数字去排到对应的走道就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找个位置坐吧。先稍微介绍一下你点了什么。这是他们今天的素的韩式拌饭啊，因为我没有很饿，然后这就是最便宜的套餐，所以我点这个。介绍一下你吃这个是什么？他们的石锅拌饭，然后里面今天的这个里面是有起司的，然后泡菜是自己夹的，然后还有汤也是自己可以捞。泡菜是免费的吗？对对对，那边就可以无限一直吃。你如果很喜欢吃泡菜的话，这是铁板，然后它好像里面是类似。炒饭，但它加了鸡肉，还有泡菜，还有起司，然后还有附五颗鹌鹑蛋。哦，这样。已经开吃了，但还是介绍一下。担担面，很好吃。稍微介绍一下内容物，内容物。就是带走。好耶！朋友们就先回实验室，拜拜。要认真哦。晚上的聚餐，那你介绍一下你点了什么？点了这边著名的火腿猪饭。啊，你们好好吃，我谢谢大家今天早上的协助，拜拜。